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53面，353面。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上三为大乘菩萨通受之戒。上三是前面讲的三句境界啊，第二个是律仪戒啊，在律藏里面有文字记载的，世尊教导在家出家的弟子必须要遵守的啊，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啊，这里略举这种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些呢都是由文字记载的，就属于律仪戒啊。那么还有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戒律明文没有写，要不要说呢？要说啊，那这就属于另外一类的，叫摄善法界。培养自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佛虽然没说，我们听了佛的教诲，从这些原理原则的推想，啊，哦，佛没有说，也应该要断。啊，善，菩萨戒经里头没有说，也要做。啊，这对自己有利益。第三个呢，饶益有情戒，是对一切大众的。啊，有情无情，天地鬼神，对他们有利益的，有很大利益的，这一定要做。啊，摄善法是对自己，饶益有情是对众生。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世界跟从前不一样了，变了。啊，以前交通不发达，没有资讯，啊，所以人生活在地球上，活动的范围很有限。啊，真的有所谓老死不相往来。啊，我小时候80年以前呢，我们农村里的确确实实有人一辈子在乡下没进过城啊，城市距离我们乡下多远呢？中国里华里25里路啊，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用公里来讲呢，不到13公里，13公里是26里，啊，25里路，这么近的距离，
啊，一生没进过城的，啊，只是附近有个小镇，小镇呢，大概也不过是20户人家，有两三个小店，啊，卖东西的小店，那小镇，老死不相往来。他生活很单纯啊！啊，正因为这个缘故，诸佛菩萨应众生之感，现身来教学。啊，那么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啊，这才有许许多多的圣贤出来，分散在各地，啊，教化众生。我们看宗教经典就能看到，啊，它的大目标、大方向完全一致，啊，他在写这个善巧方便的时候，那各有不同啊。所以宗教你细心就观察，叫大同小异啊。啊，它为什么有小异？就是因为没有自训的，没有交通啊。一个人一生当中知识很有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交通发达了，环绕地球一周，我环绕过一次，很两天。啊，这是从前人没有无法想象的。资讯发达了，全世界拐拐角角出了一点事情，卫星、网际网络一播放，全世界人都知道了。所以今天呢，地球成了地球村了，这个比喻的很好啊。啊，那佛菩萨圣贤人在今天推动教化，那就是全球是一家啊，族群是一家，诸国是一家啊，宗教是一家，文化是一家，现在要用一家的角度来观察，这就是对的，正确的。一家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是善法界跟饶益有情界是今天必修的功课啊。今天世界社会动乱，地球的灾变频繁啊，佛弟子要是不顾，慈悲心何在呀？啊，不能不顾啊！啊，但是佛陀的教诲的根本不能丢掉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就是戒律，就是规矩啊！啊，守住根本，利益众生。真的利益，如果我们放弃根本，
说饶益众生，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教化众生，头一个身心他自己做到了，然后再教他了，再化他了，自己没有做到怎么教化众生？啊，今天大家了解了，我们必须大而化之。地球是我们的家，地球上的人是我们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也一家人啊，不是外人啊。一家人要相亲相爱，要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那么我们就晓得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就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学佛，这三门功课要是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你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成圣成贤？你怎么能学佛学菩萨？啊，这三样东西，你看看，任何宗教经典里面通通有。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我才能够体会到所有宗教从佛的角度上看是佛菩萨应化的。啊，从他们宗教角度来看，诸佛菩萨是真神的化身，都讲得通啊。啊，多看一些宗教经典就晓得，哦，佛菩萨，你看在过去这一个地区，这个不同文化，他怎么个教法？哎，那个地区他又怎么个教法？我们一看就明白了，知道佛陀的这个智慧呀。啊，在起作用的时候，善巧方便，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今天我们依靠科学技术，啊，便捷的交通跟信息，啊，把地球统一了。啊，技术上是统一了，那么伦理道德因果要统一，社会才会安定，世界才会和平，人民才会过到真正幸福美满的一生啊。啊，不管是哪一国人，不管是哪个族群的人，聚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不分彼此，一家人啊。啊，能不能做到？能，不是不能。啊，只要大家重视教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真正重视教育，真正落实教育，真正依照教学去做，社会会安定，
地球会美好啊，这些灾变呢，通通都能够化解。啊，所以饶益有情界，要从我做起。啊，从我们这个团体做起。啊，僧团决定是六合敬。啊，没有六合敬，这个地方不是僧团，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僧团不修六合敬，僧团里头每一个成员，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佛菩萨的罪人呐！啊，我没有得罪佛菩萨，僧团里头不团结，就是得罪佛菩萨，就是破坏僧团。啊，破和合僧，破和合僧的罪是什么？忤逆罪最后的一条。啊，忤逆第一个是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第四个触佛身血，第五个破和合僧。不守规矩就是破和合僧，啊，在家居士的根本戒是十善业道，出家根本的戒律是沙弥律仪，这最低的了，没有做到。你就是破和合僧，你将来的果报是在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家十善做不到，出家沙弥律做不到这桩事情？我们探讨了十几年了，总有20多年了。啊，终于我们把这个根找出来了。我们之所以做不到，是我们的根疏忽了。啊，根本的根本。是《弟子规》啊，是感应篇呐、啊。十善业道啊，这是十个纲领，只有10条啊。五戒只有5条啊。五常也只有5个字啊。它是总纲领，是总原则，怎么落实呢？《弟子规》跟《感应篇》是他的细目啊，能把这两桩做到了，你的十善业、五戒、十善、沙弥律仪就落实了啊。所以不能落实《弟子规》啊，戒律就完了，有名无实了。啊，《弟子规》在过去，啊，100年前有人教，父母教你，不是言教，父母做出样子给你看，啊，你看父母，他对他的父母，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你的小孩呢？啊，就看到了。
看到他就学会了。哎，你怎么样对待父母，你的小孩将来就这样对你。啊，上行下效嘛，这就是教。啊，这个教学那个教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啊，下一代模仿上一代。啊，所以上一代好，下一代肯定好。这学会了。啊，我们传统伦理道德虽然疏忽了200年，200年当中不是没有，少数，不普遍的。啊，我们的家乡老家还算不错，能保持到民国20年的呀。啊，这个得力于桐城派。啊，明清这个学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桐城派的这个开头起源，两位大师，啊，姚鼐、方苞，啊，方东美先生是方苞的第16代。啊，所以这个小区文风很深，叫文化的底蕴深厚。啊，农村的小孩都念书，没有不念书的，这文风深。啊，可是民国20年之后，尤其是抗战。啊，抗战之后就没有了，大家什么准备逃难了。啊，没有心在文化上了，啊，忙着生活，忙着逃难。啊，我们这个小区就3个城市，庐江、舒城、桐城这3个县，距离都不远，啊，中国里50里，啊，公里是25公里，啊，这桐城派的发源地，啊，我们也小时候就沾着一点点光啊。啊，知道孝养父母，知道尊重师长，知道知恩报恩。啊，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啊，他曾经帮助过我，我在最苦难的时候，他救济过我。啊，以后有一些误会，啊，造成对我们反感，我们心里明了。啊，无论他怎么样的责备，啊，怎样回报，怎样陷害，我还是存报恩之心，念念不忘。为什么呢？他那些误会是道听途说，他没有认真去调查一下了。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两舌之过啊。
有人挑拨是非呀，他听了相信了。啊，这个里头是非曲直，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他不知道啊，不能怪他，永远记得他的恩德。啊，时时关怀他们先前的处境。如果有困难，我们得想善巧方便去帮助他。啊，我直接的帮助他，他拒绝，他不会接受我。我找跟他接近的人，啊，他能信得过的人。不要用我的名义，用他的名义去帮助他，不必让他知道啊！啊，没有关系的人有灾难，我们都要帮助他。何况曾经对我们关怀过、照顾过、有过好处，你能够袖手旁观吗？决定不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讲仁义，仁是存心，啊，仁是仁爱，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就得想到别人。啊，义是循礼。啊，我们得表现在外面，做法或钱或礼或法。存人行义，啊，心是人，行为是义。得多说于饶义有情节，啊，我们今天应诵四库全书，应诵四库会要，这是送给国家。啊，世界上许多国家，啊，引诵国学之要、群书之要，帮助全世界的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大乘佛法。啊，我们真正做出来，啊，即使就在这一点，我们依教奉行，从哪里做起？一定从《弟子规》做起。啊，不从《弟子规》做起，一点效果都收不到。啊，有人不相信。不相信的人很多，啊，连一些著名的教授都不相信，啊，曾经来问过我，啊，问我为什么要提倡《弟子规》？儒家东西四书五经十三经，分量那么多，为什么不提倡别的？提倡这个？啊，我的解释很简单。我说我们摆上天平，称一称分量。啊，这一边呢就放一本《弟子规》，1080个字；这一边呢，四书五经十三经四库全书一大堆摆在这边，它一样重。
轻的人带了，怎么会一样重呢？我就告诉他，我们老祖宗讲的好啊，这边一大堆的，四书五经十三经，四库全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在这边。弟子规那一边呢，读行。这一大堆东西学了，你没有做到，等于零啊，还不如他嘞。这个比喻他懂了，他明白了。你把一部大藏经背得滚瓜烂熟，讲得天花乱坠，十善五戒都做不到，那不等于零吗？一个只知道修五戒十善的，这佛的经教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比你强，你就不如他。独行就是真干呐！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不真干，有什么用啊？拿那些东西可以欺骗一般平民，那你在造罪业了。你的果报决定比不上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他能够把十善五戒都做到了，不如他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你不从根本上扎根，像个树花草树木一样，你没有根，你怎么能生长？哪有这种道理？净土宗三个修学三个条件：信、愿、行。你信，有信，有愿，没有行，你能完成吗？古人讲的不错啊，祖师大德也常讲啊，只要一句佛号念好了，你就能往生。什么叫念好了？把烦恼习气全念掉了，叫念好了。换一句话说，那些戒律你没有学过，但是你全做到了，那就叫念好了。烦恼习气没有念掉，自己还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那就是古人讲，你把这句佛号念到风吹不尽、雨打不实都没有。你的烦恼习气全在呀。那是障碍啊，它障碍你信解，障碍你开悟，障碍你正果，也障碍你往生。换一句话说，这话是夏莲居老居士讲的，佛法是干真的，不是假的。你不干真的，佛法一丝一毫的利益你都得不到。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只有十句，这个十句是我们修行的关键呢，太重要了，决定不能够疏忽。庄严重心，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下面是身口意善护三业。
如果别人问你什么是佛法，你用这十句答复，圆圆满满。看破放下，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善护善业。最重要是那个善呐、啊，善巧方便呐、啊，就是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我们能不重视他吗？能疏忽？啊，我们今天的警觉性比不上盈科啊，宋朝的盈科法师。啊，他自己知道他破戒。不守规矩啊！知道这个造这个罪业，这是破祸身、破坏僧团的果报，决定在无间地狱。他想到无间地狱就吓到了，那个地方不能去啊，太苦了。啊，请教同学，叫同参道请教同学帮助他。你们有没有方法能叫我不堕无间地狱？啊，有一个同学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到这一本往生传的时候，非常受感动。所以关起疗房门，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这样念了三天，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他真的往生了。啊，造作阿鼻地狱的罪业，能往生是这样往生。真正忏悔啊，他也没学过《弟子规》，也没学过《感应篇》，也没有做过什么扎根的教育。啊，人家什么？人家看到前面阿鼻地狱火坑，吓坏了。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可怕了，我们没见到啊，大概见到也不怕。叫你跳下去，跳下去也不怕。下去之后再害怕，来不及了，迟了。你看，糊涂到这种程度啊！啊，盈科了不得，听说阿鼻地狱自己害怕。啊，所以这个饶益有情戒要做，饶益有情戒就是积功累德啊，设善法界。是断恶修善，摄律仪戒是改邪归正。你们想想对不对？这三句境界是我们的根本呐、啊，所以上三为大乘菩萨通受。
啊，修学大乘的人，这三种戒律通通要接受，要认真去干。我们再看下文，于一摄律一戒中，在家菩萨受五戒与八戒，啊，这个八戒是八关斋戒，啊，在家菩萨受，出家菩萨须受第一种者十戒与具足戒，这个十戒是沙弥律仪十戒。啊，沙弥律仪十条戒，24门为一。要做到啊！啊，具足戒、比丘戒，250条啊！啊，受了。要做到，但是比丘戒能做到的没有了。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藕益大师说的。啊，明朝那个时候，藕益大师对于戒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民国初年。弘一大师就学他老人家，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啊，受比丘戒，又名无始，叫名字比丘，真正比丘没有了。所以藕益大师受了三坛大戒之后，他就把比丘戒退掉了。为什么呢？做不到吗？假的吗？传授也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比丘戒一定至少5个真正的比丘传这个戒，你才能得戒。那传戒的人就已经不是真正比丘了。你怎么会得比丘戒？啊，受比丘戒自称比丘叫大妄语，你是骗人的，不敢呐！啊，欧耶大师退了比丘戒。自己称什么呢？菩萨戒沙弥，这是他一生对别人称我的身份是菩萨戒沙弥。换一句话说，沙弥戒他做到了，菩萨戒他认真学习。名实相符啊，不敢僭越，不敢冒充啊！啊，他的学生诚实法师，啊，是藕益大师的师姐，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你看中国历代祖师大德，真正继承他的传法的弟子。几乎都是师者，为什么？只有师者跟他最亲，生活起居等全学到了，别人没这个机会啊！啊，他对老师的恩德是最重啊！啊，所以。莲池大师的侍者古德法师
莲池大师过世之后，他的这些著作，莲池大师全集是他编的，是他出版的，同样的，藕益大师往生之后，藕益大师的著作非常丰富，你看全集20多册。精装20多册，藕益大师的4册，他的师者陈实法师，他编辑的、出版的，这是有大功德了，没有他们，祖师这些东西就传不下来。真正大师的传人是这些这些人受大师的恩德最深，感恩报德了，再用这个方法在家里，你看下联居老居士汇集这部经，他的学生黄念祖。这一部注解，念老序文里头写得很清楚。受老师之命，写这一部注解。老师曾经讲《无量寿经》，讲过，他亲自听过。他听的时候记了很多笔记，很可惜呢，在文化大革命都烧掉了。所以写这个注解他很遗憾，静平的时候脑子里记一点印象。难得的是吧。收集到这么多的参考资料，不容易末法众生呢，总算还是有福如果做不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不能入佛法你可以学习，那是什么？学者你也有著作等身像现在很多大学教授在学校里开佛经哲学的这一类的人。与佛法真实的受用很难得到。方东美先生在过世前半年发心皈依了他的皈依师广庆老和尚很难得了最后真正皈依佛门就是出家菩萨，你看，沙弥世界，语句注解，重要《涅槃经》31云：“戒以一切善法替灯。”
其实楼梯，上楼要用楼梯。凳在此地也是楼梯的意思，垫脚的。我们先讲台阶。一级比一级高。阶是什么？是一切善法的楼梯。一切善法是登楼。你要登楼，你必须要有楼梯。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唯一的依靠就是戒律。离开戒律，你用什么方法提升境界？《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是52个阶级。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50个。上面还有等觉、妙觉，52个阶级。这52个阶级凭什么上去啊？全凭戒律。这个话，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因为我学佛是从学术进去的，换句话说，从解门不是从行门。跟方老师研究哲学，把佛经当作哲学来看待，所以没有行门。张家大师着急，但是也没有办法，直接叫我从戒律上进修。在当时那个状态下，我不会接受。而且我认为什么呢？那是迷信。同时对于戒律产生很严重的误解。那不是戒律是生活规范的，释迦牟尼佛定的，那是3000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那我们学佛还得回到3000年前，还去做印度人，这讲不通啊！你看我有一套歪理。所以张家大师就很困难，但是他有他善巧方便。我每次就看他，他老人家一定，我离开的时候，他会送我到门口。送我到门口，他会讲一句话：戒律很重要。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我听了大概几十遍。所以印象特深，你看轻描淡写，很轻的，大概别人都听不到。他送我出门，我跟他靠得很近，所以他往生了。他往生时特别建了一个火化炉。不是跟一般人一起特别建造的一个火化炉。甘珠和佛主持他的葬礼。火化之后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火葬场。他火葬场是特别的地方，不是一般的火葬场。是一个寺庙后面的院子，搭了帐篷。甘珠和佛他们在帐篷住了大概10天，
我在帐篷住三天，那时候我还有工作，请了三天假，守灵守三天，守三天当中我天天想，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那印象最深刻的呢，叫戒律很重要。我就认真思考，为什么他能说这句话，说这么多遍？啊，他没有勉强我。啊，我终于想通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的理，我原先把它当世间法看，看错了。世间法的理，三代就不相同，下上周。啊，它是什么呢？随着时代，随着人的生活习惯而修订的，好像国家的宪法，啊，隔几年要修订一次，不修订就不适用了，社会产生变化了。啊，那佛这是出世间法，是要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的，它不能变，它一变就出不去了，就超不去了。啊，我就在这个基础上肯定了，戒律是圣贤法，你要想做圣人贤人，一定要这么看法。啊，它不是普通东西，啊，它不是不能变更的，啊，所以才肯定了。啊，戒律是不能变更的。啊，所以一戒得定啊，因定开慧。你要不以这个方法修学，它就不是佛法。那什么世间叫佛学？啊，这个是我说的。啊，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啊，学佛把佛的经典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啊，我从这里入门的。那学佛呢？学佛不一样，学佛从戒律做起。啊，经典一部没学过都没关系。你只要持戒，你只要念佛。哎，你能够往生，临终佛来接引，这是学佛。这个要分清楚啊，不想出六道轮回，搞佛学；想出六道轮回，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你一定学佛，你不学佛，你去不了。学佛要记住，如果不能落实《弟子规》跟《感应篇》，你是假学佛，你不是真学佛，不是没根呐。这两样东西这么重要，为什么没听说佛学这个学佛人讲过？你要晓得，早年我们讲吧，100年前，这是真的。100年前这个教育的时候，你从小，你家的老人已经教给你了，那还提他干什么？啊，在从前人读书人，个个人都有这个根呐。小时候父母教的，家里面长辈教的，小孩不懂礼貌，那怎么行啊？在我们家乡，
我小时候啊，六七岁在外面玩玩耍的时候，农村嘛，啊，小朋友吵架了，打起来了，走路的人，那个时候旅行是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啊，啊，路人看到了，都把我们教训一顿。啊，我们做错了，路人不认识的，啊，来教训一顿。啊，我们家里人看到了，向那个路人的感谢、道谢。啊，哪像现在呀、啊？现在的这个小孩，父母不懂得了，老师教训他的时候呵斥他了，他回家告诉父母，父母到学校去，找到警察去，抓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虐待学生，老师怎么样？不教了，不敢教。这小孩还能学得好吗？父母不敢教，老师不敢教，啊，谁敢教他呢？电视教他，网络教他，教他暴力、色情、杀盗淫妄，教他自私自利，教他损人利己，都教这个。他全接受了，哎，这些东西教他，父母不管了，啊，老师当然更管不上了。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原因你总该知道了吧？啊，社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道场也变成这样，佛教也不例外。啊，你要是真正通达明了，你就见怪不怪了，是正常现象。啊，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我们要走真学佛的一条路，为什么呢？我不愿意住这个世界了，不愿意搞六道轮回了，我也不想再设法界了。啊，我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什么时候去都可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要真正想干的时候，那这三句境界你可不能不重视。你要是疏忽了三句境界，你的愿望会落空啊！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璎珞本业经》下句：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以心为本，住在佛家了，以戒为本。首先是个信，信为道源功德本，功德母啊。我们现在有没有信呢？老同学一定会记得我讲过，啊，李老师跟我在慈光图书馆大门口一段故事啊。
我出家两年才受戒。啊，随缘嘛，缘不成熟，人家开戒，我们没法子去受戒。啊，什么原因呢？那个时候受戒要交钱的，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我是出家就开始教学，啊，就在佛学院上课了。就在外面讲经了，啊，受戒之后，第一桩事情，感谢老师的栽培，啊，佛门叫回到自己道场去礼坐啊，去拜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啊，我到台中，啊，老师在图书馆，我在门口看到他了，他也看到我了，他一看到我，手指着我，你要信佛，你要信佛，好大的声音，啊，叫了好几遍。我进去都莫名其妙了，啊，出家两年多了，教佛学院教了两年，你怎么说叫我信佛呢？啊，我不信佛，我能干吗？啊，进去之后，他叫我坐下来，我就听他老人家开示，他说你要晓得。有很多老和尚啊，到死都不信佛啊。我听了就吓一跳。那什么叫信佛呢？信佛是佛在经上的教诫，你真相信，真去做，那叫信佛。你没有做，你没有相信啊！我这才明了了。啊，这个信里头包括了解，包括行，包括证。信解行证不能分割啊，是一体呀、啊！啊，你说你单单有信，没有解。没有行，没有证，那个行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话，过去张家大师给我讲过，我没有这么深的体会。啊，老师这样一个动作，让我感到非常意外，非常惊讶。这个印象就非常深刻了。啊，璎珞经上这句话讲得好啊，初入三宝海，初学以心为本。你不信，你就没有办法接受。啊，我对于老师没信心，我怎么会接受？啊，所以在那个时代，我这样的一个性格，啊，不是方东美先生把佛经教给我，任何人把佛经教给我，我都不会接受。我说他是迷信，是宗教。啊，那方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
最敬仰的老师，最尊重的老师。啊，老师对我特别关照，特别爱我。啊，我们是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每一个星期他要给我2个小时。啊，跟我讲这些概要。啊，而佛经哲学是最后一个单元。他给我讲了一共4个单元。第一个是西洋哲学。第二个是中国哲学。第三个是印度哲学。最后一个是佛经哲学。啊，我对老师相信，老师介绍的东西一定不错，一定是好东西。啊，介绍都令我感到非常惊讶。啊，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大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多么诱惑人！那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一定要追求啊！啊，所以见到张家大师，我就告诉他：啊，方东梅教授把这个佛经哲学介绍给我。啊，我知道佛经里面有非常好的东西，有真实的学问。啊，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很容易就契入？我提出这一个问题，问题提出了，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对看了半个多小时，一句话不说。半个小时之后，老师开口了，说有。我们听说有啊，耳朵就竖起来，精神就提起来，他又不说了。啊，大概停了6、7分钟。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听他老人家说话，他说的速度非常缓慢，一个字一个字的下。啊，介绍我去看释迦谱、释迦方志，特别提醒我，你去看看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那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迹。你想学佛，你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你怎么个学法？纵然学佛了，肯定会走弯路。所以从这一步入门，啊，认识释迦牟尼佛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跟他学习？这一个指点
是我真正学佛的一个起源起点。啊，我们才了解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一生事迹来看，他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呐、啊，他不是宗教啊。啊，中国人讲的圣贤呢、啊，啊，所以以后才了解，原来印度人讲佛菩萨就是中国人讲的圣贤的意思。啊，老师，啊，李老师，啊，当我们受戒回来之后，特别提醒这个心，举出实际上的例子，确实有很多老和尚，到死都不行。依旧是搞六道轮回啊！这什么原因呢？不信佛啊，不是真信呐、啊，真信难呐、啊！啊，必须搞清楚、搞明白，这个信叫真信，还不是真信。真心要什么？要在行门的落实到了，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了，这个时候真心了。啊，佛法利益是什么？三昧、智慧。啊，我们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这真实利益。你不修福，不持戒，清净心得不到。啊，持戒的目的在哪里呢？恢复自己的清净心，目的在此。啊，就是三昧呀、啊，三昧常寂呀。啊，有了清净心呢，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所以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戒定慧叫三无漏学。戒定慧是成佛之道。戒定慧决定往生的，修戒定慧，把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你说这个多重要啊！所以信是根本，住在佛家。先是信了，现在想住在佛家，住在佛家呢，是以戒为本。你认识佛家了，是以信为本。啊，没有戒呀，你没住在佛家了。这个道场不重视戒律，这个道场不是佛家，就是这世俗家，他们还是搞六道轮回。
如果是个居士家里头，啊，一家只有三口人，夫妻两个带一个小孩，真正持戒，修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他那个家真的叫佛家。为什么？他有戒嘛，就是他真干嘛。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你真正能持戒修定，念佛就是修定。无论你在哪里住，你都是住如来家。你住在旷野，也是住如来家。你没有戒律啊，满腹经论啊，你会讲经啊，你会说教，讲得天花乱坠啊，著作等身，你会写书，没有戒律。《弟子规》没做到，你纵然住在金碧辉煌大寺庙当中，那不是道场，那不是如来家。你还是住在六道轮回呀，你住的是轮回家了。佛家的标准是戒，你能不重视它吗？啊，你要重视戒律，你就要晓得《弟子规》是根本大戒。有《弟子规》，有《感应篇》，才有五戒十善。这两样东西没有，无戒十善有名无实。我们不能不懂啊。啊，如果你细心想一想，这不敢想。为什么？一想就害怕了。不敢想啊！这是因果的定律啊！因果从哪来的？从阿赖耶来。意念不绝是因，自性里头变现出一个阿赖耶是果，你不能说没有因果啊！阿赖耶是因，三种现象出现了，那是果。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是果啊，阿赖也是因的。所以，善行、善业，果报是三善道。恶行、恶念，果报是三恶道啊。戒律是善行，一切善行
是以戒律而生的。违背戒律，那就是恶行。一切不善法，是违背戒律所生。在现前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在讲经分享当中跟大家把经义在这里说出来，不能对任何一个人对一个人他接受还不错，好事啊，他要不接受就变成冤家了，那又何必呢？李老师教导我们，一生当中决定不能跟任何人结怨。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住在佛家了，不容易啊。你真正亲近佛菩萨这个条件，住在佛家第一个条件就是戒律。无等慧远，禅宗的1700条公案就在这部书上。这是参禅，大彻大悟。这里头说，法要有三，曰戒定慧。一切法最重要的有三。这三个就是戒定慧，戒定慧称为三学。又称为三无漏学。可见古人对这个尊重。以上经论，广行戒得了。都是说明持戒的功德如果我们真的回想到我们娑婆不持戒，将来一定会堕阿鼻地狱。你就会回头，这是事实，这不是假的。盈科法师的回头就是这个力量。他想到了。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动的是什么念头？我们开口说话，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每天的动作干的是什么事？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是替释迦牟尼佛增光，还是把黑迦牟尼佛抹黑？社会大众看我们出家人的形象，批评佛教，我们做的好样子他赞叹佛法世尊光荣，面子上有光我们做的不如法，他轻视我们，瞧不起我们，我们替释迦牟尼佛丢人，
这个罪业就是破惑合身的，罪业就是无间地狱。破惑合身不是别人的，是出家人自己啊。我早年，这大概都是40多岁的时候，在台北讲经，那个时候认识韩馆长了，住在他家里。有一天，个老居士赵默林，这个老居士年岁很大，大我20多岁。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跟我们李老师是同学，他们都很熟。有一天，他请我吃饭，在台北火车站旁边的功德林。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叫了两个菜。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啊，今天我请你吃饭，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我听了就肃然恭敬了，很严重的。什么问题啊？他说：“现在社会大众，这在家居士，无逆罪里头啊，前面四条是不会犯的，煞父、煞母、煞阿罗汉、破惑，这个触夫身血，这是不会做的。”他说：“后头这一条啊，恐怕常常犯。”破惑合身，我说这个事情，咱们痛痛快快吃饭，别去想他。他很诧异，他你怎么回事情呢？我说吃吧，坐下来吃饭。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老人家学佛比我早啊，至少早我10几20年。那个时候他差不多60岁，60多岁。我说你有没有你一生当中你看到哪一个活合身团？他想了一想，笑起来了。没有活合身团，你怎么活？没有啊。两个出家人住在一个小庙，都天天吵架。所以僧团的活佛是被出家人早就破坏得干干净净了，轮不到在家人了，在家人没份呢。他哈哈一笑，真的。所以老居士为这个事情还担心了好多天。我给他一解破了，没有活佛僧团。活佛僧团有一个活佛僧团出现，全世界人都有福了。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讲楞严经4个月，每天2个小时。认识香港这一些高僧大德们，其中我们最尊敬的香港两个领导人，觉光法师、西迁法师，
啊，西乘法师年轻，啊，跟我们就很投缘。我就祈请他老人家，能不能找到四个人，最好找五个，五比丘。啊，我说我算一个，你算一个，再找三个。啊，我说我们呢，真正发心，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我们真干。啊，我们在香港。弘法利生，我们行透波的制度，日中一时，在香港透波，饭菜一定都很丰富的，啊，没有问题，我们什么都不要，树下一宿我们做不到，我们可以搭帐篷，童子军露营的帐篷很好，一个人一个小帐篷，五个帐篷。围在一起，小僧团啊，每天我们讲经教学啊，我们持戒修定啊，他听了也很欢喜。我说你去找，再找三个。以后我离开香港，回到台湾，下文就没有了。再问他找不到啊，人家不愿意吃这个苦头啊。啊，一天吃一餐不愿意啊，啊，什么都丢掉，住个小帐篷。啊，不愿意干，那什么法子呢？你就想想看。末法时期真修行难啊，太难太难了啊，说说而已，怎么可以真干呢？啊，佛法衰就是这样衰下来的啊，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去干，不要期望别人啊，期望别人，最后你是失望。自己修，做真实功德。啊，现在在家人真干的有啊，我知道就有十多个人。啊，真干。一点都不含糊啊！胡晓林真干，胡晓林学佛还不到四年，三年多啊！刘树云真干啊！自己一个人干了，他有成就啊，真正得到法喜。啊，心地清净，确实智慧增长。普照三昧经第一卷有这样两句话：辟戒得开，化度众生。你要教化众生，你要度众生。首先，第一个条件，你要披上戒德的铠甲。啊，你披上这个铠甲，就是五四啊，没有这个铠甲，你是普通人。你怎么能参加战斗啊？
这是说明这戒律多重要。此正为善乎深业不涉律仪的真意。善乎深业不涉律仪。我们怎样去理解它？怎样去学习它？最后怎样去落实它？稼楷于此有二义，一者护持矣，以戒德为铠甲了。如消防队员呢，以舍命矣，防火。入三界火者，这个三界火者就是六道轮回。你在六道轮回里头，莫三毒烈焰。三毒。贪嗔痴，再加上傲慢、怀疑、五毒啊！这个五毒有一样，你就脱离不得不了轮回。五样都具足，那还得了吗？你能不造恶业吗？你能不躲三恶道吗？所以必须你要有真本事，五毒在面前不能够伤害你，你才能够自度度人。五毒在面前动心了，你就完了，就一败涂地了。世间人最难突破的，高明厚利。给你很高的地位，你动不动心？给你很大一笔财富，动不动心？贪心就起来了。贪一定连带着贪嗔痴慢疑，通通都起来了。没有坚实持戒的这种德行，你遇到这个境界，往往就失败了，甚至修行多年，到老和尚了。莲池大师《住创随笔》上有记载啊，深山真修啊，德行、学问，受人敬仰。城里面的信徒请他去讲经，请他去供养，他去了。说有个道场，
金碧辉煌，啊，请他去做方丈，他去了，住进去之后一切随俗了，道心就没有。完全退转了，戒定慧不见了，贪嗔痴现前了，深山修了几十年，一入尘世，经不起考验，就完了。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多不容易 啊我们自己想想，现在这个花花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在诱惑人啊，诱惑你生起七情五欲，你说是不是？七情喜怒哀乐爱无欲啊，无欲是财色名食睡，在这个世界，无论你走到哪个角落，啊，他就在你身边。如果你有戒定，开家如如不动啊，啊，还得加上观慧，知道什么呢？观法如画了，花花世界。梦幻泡影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念念如是观，那真入佛家好了，入佛家念念是戒定慧。啊，念念贪嗔痴，这是三途之家，这样有很高很高的警觉性啊，不允许自己念念有贪嗔痴，外头境界诱惑你，你要有观照的功夫啊，善的境界在诱惑你，让你去贪心。啊，不善的境界来诱惑你，让你起嗔恚心。啊，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围绕你啊，所以这个世界经上讲得好，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那么说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不错啊，在这个世界修行比这个极乐世界这进展太快了。没错，这个世界是大起大落，起得快，落得也快啊，一个不小心就跌到阿鼻地狱去了。啊，真正有关照功夫的人在这个世界好啊，西方极乐世界善恶都没有，所以你的心永远是保持定的境界，因此啊，那个进步就很慢，没那么快啊，这个地方是考试非常严格。
通过了马上就提升，不通过了马上就下去了。两个世界不一样。会修的人，两个世界多好，没什么差别。不会修的话，想到极乐世界去不了，不想到三途，偏偏要下去。所以这下面这句话说得好啊，冒三毒烈焰，真济群生，无所畏惧，发现弘法利生的大德多啊，但是要晓得，不具备这个条件。是很难成就的，一定要具足戒定慧三学。说得详细一点，三学六度，你才有能力教化众生。不会被环境所转。二者呢，庄严义。以持戒德而自庄严，不设律仪规范人天，令众庆仰归持来受教化，目我戒德，舍我戒行，进修定慧而度彼岸。这是第二个意思。这个里头说得很详细。弘法利生，最重要的是戒德。一定要有戒有定。戒不受诱惑，定如如不动。这才能成就。没有界定，你会随着境界转，这个麻烦就大了。人修界定慧，这就是庄严自己的身心。然后不设律仪。规范人天，这就是还原观四德里头的第二，威仪有责。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做一个学佛的榜样，也就是说，佛弟子，特别是出家弟子，让社会大众看到你，就像看到释迦牟尼佛，就像看到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释迦佛的形象，这个功德无量。如果做得不像，那好好学。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